我不知道我会玩到哪里啊。哎啊！我的小刀没有一没有一发是拿来射到怪物的。好，听到了吗？圣神在嘶吼，我也想嘶吼，好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三个人是怎样？都在讲一样的话。哎，好了，真是。哦，嘿。我但是不小心按到的，浪费我一瓶水。哎呀！哎，好，这个用弓箭就好，它不会动，它不会动。啊，升级了！我的那一瓶水。好难过。喂，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发出这种狗的惨叫声，好像我在欺负小动物一样。喂，哇哦，哇哦，哦，哎呦。哦，这里用弓箭真是对的。浅红，哈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就这样子吗？我不能拿个几瓶水吗？哈，这个水可以拿吗？不行，坏，哦哦哦，天啊，这好像有尸体呢，旁边好多黑黑的东西。哦，希望不是蟑螂。哦，那什么，没有东西挂在上面，好可怕哦！又是这个狗狗。哎，这个弓有点强啊，沾血的铁钉，哦，就这样子。没东西了，呜，好，然后使用。好的，呜，嗨，呜，我是该往上吗？哎呦，记录点，赶快！哎呀，好需要这种东西啊！嘿，门卫之剑，隐秘山洞，哇，哎，这是怎样？怎么感觉我用了，我又回到原点了？我刚有拿到四瓶吗？哎，真的，哎，我怎么完全没有自觉？那个门，不行，哎呦！哎，你不会过来吧？哦，啊，那个人刚才摔下去了。哎呦，这个应该跳得过去吧？好。哎呦，有两个人呢。哎呦，他在喷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他刚是不是把我的剑打掉啊？哎，嘿，哎呀，那个2222是怎样持续扣血吗？被脏东西给逼到。好，我推荐大家玩弓哦。哎呦，哇哦，哇哦！嘿，好吧，这边
应该安全吧？没有路了，这就这样子。哦，哎，啊，哇，那你不是不会动吗？哦，好，这是安全距离。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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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，好。哎，哇哦，扣好多血，哇哦！我不能死在这里，赶快！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好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乱跳。我站太高了，射不到。哦哦，蹲可以蹲射，战斗蹲姿。就有这个蹲着又不行，他的下半身无敌。哦哦，射太多累了，好。哦哦，你们应该不会介意我用这种卑鄙的战术吧？哦，命中，好。再射一下，还是要停下来等他们。哇，他那个血，那是血吧？喷有够远的了。浅红一池。啊？四池就会爆裂，死亡危险。是指说我不能连续吃四瓶补血吗？哦，我拿到一个电梯的把手，好，那我们应该可以回去。虽然我不知道刚才哪边有缺零件了。好。卑鄙的人就是要用卑鄙的战术。啊！可是我不是卑鄙的人哦。好，哎呦，他使用了影分身，你看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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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怎么办？他在等我下去。喂、哎！哦，有了。是可以开门的绿宝石戒指，太好了，我有东西可以装备了。哦，原来我有那么多戒指啊！哦，那个井是这里。好，我们从这边上去看一下。上不去，我这是有暗上啊。哎。怎么了？哎，这电梯欠维修。不行呢。不是吧？等一下。这什么奇怪的电梯啊？再按一次它会下来吗？哦，下来了，要跳上去哦。好，哇！你不要一直从他两腿中间射过去，都射不到啊，射肚子嘛，嘿，嘿。
哦哦，上面那个又影分身了，哇哦！哎，是不是这里？我刚刚是不是没有下去？要下去吗？这里啦！哦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一个没有来过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就是哦，哎，哦，恭喜谢天谢地！先等一下，我觉得这里应该会有个什么宝箱之类的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先回去记录哈。好好，对不起。好。哇哦！好。哇，这感觉就是洛克人要进那个 BOSS 房的感觉啊。好吧，哇，嗨，喂，哇，哎呦，吐什么东西？哇哦！哇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哇！我要注意的东西好多。哎呦哎哎哎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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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样站远远的好像蛮安全的嘛，可是我要注意回耐力就是了。哎呦！哇！呜呜！哎呦！哇哦！伸这个恶心的东西出来！啊！救命啊！赶快回血！哇！哇！不行了！呜！呜！哇哦！啊！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哇哦！哇哦！啊！哎哎哎！哇！赶快回血！回血！应该会赢吧？哎呀！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。哇哦！耶！啊！啊！
吓死我了！等一下我喝杯茶。嗯，哎、欸、嗨，你好，你是谁？幽灵，你是解放我的人吗？快带着这把钥匙去墓园地底，不然可能会出现更多牺牲者。钥匙哦，然后请你把我的项链交给我母亲哦。多希望愚蠢的我没有拖累任何人。这个时候配上垃圾车来的音乐刚刚好。是谁对你做这么可怕的事情？告诉我。我好后悔，我真是太愚蠢了。希望格兰没有为我做任何傻事。哦，所以他就是那个女儿哦。哇，女儿挂掉了，所以我要回去。啊，哦，嗨，守夜人又见面了，又是你。试炼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尽相同，对你尤其不同。你太让我惊喜了。只要击败守门人，通过王者之门，你就能结束所有梦夜。也许你会是第一个成功的守夜人。好，先不要说这个，我需要记录点。Hello， 这怎么上去？我上不去。哦，对哦，刚才有说我学到二段跳了，对不对？嘿，哦，嘿，哦，拿到一件衣服，赶快！哎，我的飞刀！哎呀，我应该先刚才在那个 boss 那边先把它射完了，可恶！我的飞刀到底是为了什么存在的？哎呦，哦，这是怎样？哇，这么大石头，我一箭就把它射爆了。很快，哦，太好了，啊！好了，我觉得今天就玩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今天就开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来收看咯，拜拜，拜拜。